我们现在呢来做漂法，有添加活性跟没有添加活性。我们透过法术的部分呢，来让各位看一下头发有添加跟没有添加活性两边的差异性。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头发呢是呈现湿发的状态。为什么要湿发的时候做漂发？其实很多设计师都会习惯在干发的时候做染发跟漂发的动作，因为染发是一个化学交换的氧化动作。那在氧化的过程中呢，如果你是干发去做漂发或染发，其实它会把你头发里面的水分跟氨基酸带掉更多，所以你的头发不管是漂完或者是染完，头发会更受损。所以呢，我们今天不管是染或者是漂发，因为都是在湿发的时候保留你头发上面的水分。那在氧化的过程中呢，让氧化是在于你残留在头发上面的水分，而不会氧化到你头发里面发体内结构的氨基酸。漂粉呢与双氧水的比例呢，因为各厂家的不同，所以有些比例呢是1:1，有些比例是1:5。那呢，我们在活性精华添加的比例呢，是把漂粉及双氧水的总量比例1/10作为活性的添加比例。我们漂粉及双氧水的比例呢，总量是20。那我们添加活性精华的比例呢，是2cc， 就是总量的10%。搅拌均匀呢，就可以做漂发的动作。我们现在呢，帮添加过活性这边的发束呢，已经均匀的上色完毕。那我们现在来调另外一碗是没有添加活性精华的漂粉。我们现在呢，已经将另外一碗呢没有添加活性精华的漂粉呢调制完毕。那我们来做上色的动作。一样呢，均匀的将我们调过的漂粉呢均匀的上色。现在呢，我们已经将头发两边都已经上色完毕。我们静待30分钟，再做冲水。经过刚刚30分钟的停留呢，我们第一次的漂发动作已经完成。那我们来做干发及湿发的弹力光泽度测试。我们将漂过第一次的头发呢洗净之后，让各位看一下两边，一边有添加活性，一边没有添加活性，两个内结构弹力的差异。我们呢可以看到有加活性的这一边的头发呢，头发弹性的强韧度呢非常的好，头发延展力非常的强韧。我们现在将漂过一次的发框呢吹干之后，让各位看一下两边的差异性。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加活性这边的毛鳞片呢，它是呈现光泽的，而且鳞片并没有扩张，但是没有加的这边呢，它已经呈现鳞片扩张，然后头发毛躁的现象。我们现在呢已经调好两碗，一碗是有添加活性精华的漂粉，一碗是没有添加。那我们一样来做上色的动作。这碗呢是有添加活性精华漂粉的部分，我们先均匀的呢将漂过的头发呢再做第二次的上色。我们已经将有添加活性精华的染碗里面的漂粉呢上色均匀。我们在上的这一撮呢是没有添加活性精华的头发。再停留30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将漂完第二次的头发吹干之后，让各位看看它两边的差异性。有加活性的这一边呢，颜色已经漂到大约在7度色左右，头发呢还是属于鳞片紧密的。没有添加的这边呢，发色它一样到7度色，但是可以看到它的头发呢已经呈现鳞片扩张，而且呈现毛躁的现象。我们将漂过第二次的头发呢洗净之后，我们一样在湿发的时候做弹力测试。我们看到呢，有加
姓这边的头发呢，头发的强韧度呢依旧非常的好，拉完之后它会回弹到原来的头发弹力。而没有添加活性这边的头发呢，因头发内结构四大链件的受损呢，头发已经开始呈现疲乏的现象，而拉完之后呢，头发它没有办法立即回弹到它原来的位置，而且已经开始呈现梳毛的现象。我们现在呢来做第三次的漂发的动作，那一样呢，我们先将头发冲湿，避免呢头发内结构的氨基酸呢遭到漂粉强力的破坏，头发呈现更缺水、干燥、毛躁的现象。我们已经呢调配好两碗，一碗有添加活性精华的漂粉，一碗是没有添加活性精华的漂粉。那一样呢，我们先将有添加活性精华的漂粉呢先做上色的动作。我们已经将添加活性精华漂粉的发束呢已经上色完毕，现在我们上的这一个呢是没有添加活性精华，是没有添加活性精华的发束。我们一样均匀的将漂粉涂抹在头发上面，现在呢已经均匀的将两个头发上色完毕，那我们一样停留30分钟。我们将漂过第三次的头发吹干之后，让各位看看两边的差异性。有添加活性的这边呢，头发依旧是呈现鳞片紧密的，头发依旧是有光泽，头发褪至9度色。没有添加活性的这边呢，因为漂发是属于强力的将头发里面内结构的天然色素带出，所以你会发觉到头发已经呈现鳞片过度扩张，头发毛躁。内结构的四大链件已经严重遭受到漂发的一个氧化，导致内结构受损。我们将漂过第三次的头发洗净之后，湿发我们来做弹力的测试。可以看到呢，有加活性这边的头发呢，现在头发已经褪至8度色了。我们做弹力测试的时候呢，可以发觉头发的延展度依旧非常的好。拉完之后呢，像健康板一样会回弹到原来的地方。而没有添加活性这边的头发呢，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呈现把尾缩毛纠结的现象。头发呢，轻轻一拉呢，即产生断发的现象，而且拉完的头发并不会回弹，而是直接呈现缩毛纠结。现在呢，我们将漂过三次的头发呢，来做第四次漂发的动作。那我们一样呢，先帮头发冲湿了。现在呢，我们先将有添加活性精华的漂粉呢，先做上色的动作。一样均匀的呢，将漂粉呢涂抹均匀。涂抹均匀之后呢，我们再将另外一碗呢没有添加活性精华的漂粉呢均匀的上色在发束上面。现在呢已经将发束均匀的涂抹了漂粉，一边有添加活性精华，一边没有添加活性精华，那我们一样停留30分钟。我们将漂过第四次的头发呢做湿发弹力的测试。可以看到呢，有添加活性的头发呢，在做弹力测试的时候，四大链件呢并没有呈现受损的现象，拉完之后跟健康板一样会回弹到它原来的位置，并没有产生梳毛的现象。而没有添加活性这边的头发呢，很明显看到还没做任何拉力的测试呢，头发已经呈现纠结缩毛，而且不易梳开的现象。头发呢轻轻一拉呢，它已经毫无弹力，所以呢就容易造成断发。我们将漂过第四次的头发吹干之后呢，让各位看一下两边的差异性。有添加活性的这边呢，头发现在已经褪至9度至10度的发色，但是头发的内结构呢，并没有因为漂发的原因呢，造成头发内结构弹性、强韧、保水的部分遭到破坏，
没有添加的这边呢，因为头发内结构四大链件的破坏，所以呢，造成头发的保水度、光泽度、强韧度呢，都已经遭受到严重的受损。所以可以看到呢，头发现在已经是呈现缩毛，而且鳞片扩张，头发是呈现纠结、不容易梳开的现象。我们拿刚刚呢还没漂的头发一样的发束呢，做两者的差异性。可以看到呢，有加活性这边的头发已经推至9度至10度色，但是头发的外结构的头发光泽的保水度跟内结构的强韧度呢，依旧跟还没有漂过的头发一样，是呈现有光泽的不毛躁的。而另外这边呢，没有添加的活性的头发呢，因为头发四大链件受损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到呢，它跟原生发头发很明显的差异性。这边的头发已经呈现缩毛，而且头发是呈现疲乏、没有光泽的现象。